Looks Two 咁大隻猫头鹰上水天桥任影啊。咦，哈利波特养嗰隻希美飞咗嚟香港嘅。梗係唔係啦，呢隻唔够一尺长嘅猫头鹰星期二晚11:00飞咗去上水彩源村嘅行人天桥度。打一点粒乜人，我知人经过喺度装地下咁就整嘢喺度。我自己行埋去依佢隻猫头鹰嚟喎。係啲人经过佢都冇反应㗎。咁就算我同另外一个女仔呢攞相机即係拱到好前喺度影佢呢，佢都係完全冇乜话驚呀或者成呀咁样㗎。不过佢话隻猫头鹰呆下呆下咁，佢哋望咗几分钟都未走啊。佢旁边系其实有几棵几大嘅树喺度，有机可能喺啲树上面或者点样。加道理农场就话呢隻成年嘅领角鸮属于小型长角鱼，得23至25厘米咁长㗎咋。我哋一年四季都可以喺香港见到，不过佢哋鍾意夜蒲，大家唔易发觉咋。而上水附近有林地，所以较为适合栖息。